验三胞胎，三个都有心跳，哎呦，三个都有心跳。这他是五角大厦的吴志公，你是祝生娘娘啊？对，那是因为你不认识我干爹蔡医生。现在都变你干爹了。他是现代的祝生娘娘，不要看他长相，烫着中枪，中枪。有哎，有那个，他非常厉害。我教一个病人，44岁，他一个都没有少。他本来住在三重，他本来人生是抱着不分不生，不分不生，很多现在的人都这样。然后他很奇怪，他有一个习惯就钓鱼，就在钓鱼场上碰到，哎，一个男生越看越对眼，天雷勾地火就结婚去了。那结婚之后刚好要死不死，他的小姑是掉到回来生完孩子回来坐月子，他就嘲笑这个大嫂说啊，这没生给人，哎，不会下蛋的鸡，母鸡哦。他气之下就从三重跑下来找我，那我们是。也是跟他说一做三胞胎，也是又是三胞胎。又三胞胎，怎么那么强？以前试管婴儿胚胎可以换比较多，那五周的时候看到三胞胎，6周的时候看到三个心跳，哎，7周的时候那个第三个没有心跳了。那这在我们试管婴儿多胞胎很容易遇到，叫自动减胎，就本来有三个心跳，后来一个没有或两个没有，反正活的那两个会把那个死的压到